又搞清楚八倍，然后都站桩站成这个样。这个背要求什么呢？八倍，背要往外拔的感觉，拔是要从这里往后拔，这里好像有一根绳子，插个栓子在这里拉那种感觉，而不是这样。啊，这叫驼背，胸呢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你吸气是吸不下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要求这个胸椎往内去，侧面还是侧面看啊、哦，你看，是不是挺得很高啊？你看，明显看到没有？很明显，你看。我这个人是没有动的，我没有这样动的，我直视，你看，我再伸长，我人都不会动，看到没有？